段路好走不好走？这段路好走，也好走。哎，赤峰都好走。哎，那就是说从这儿一直到赤峰都好走。哎，国境往山崖上爬完全没有，它近景了，可以再就小一点没有，它就有雾了。我们今天的开机就意味着结束。摇臂他们。那得拍个他那个起来之后一个大孩的手在上面唰唰唰三个那个剑花。背叛，叫杰里帕，清楚一点。他叫杰里帕，他大汉。好的，叫杰里帕啊。开始。还得往前跑，再往前跑。下水！你看逻辑清楚了。我觉得要漂亮，我看你的手，伸出来。我就要一双特别漂亮的手。没有，这个就是皮带肩。完了吧？哎，就是这刚收的那个。今天唯一的曙光，他把这么多人兴奋。我们希望排出这个梅超风跟以前的梅超风不一样。对啊，对，就是排它的美感。他练的时候，这个九纹白骨啊，唰就是这种快慢飘起来，你们这种啊，好好建议我们就可以将他的瓦面一砸他一瓦面，哈，很多很多一砸，一个钢啊，呜呜，这手指有钢出来。船已经完蛋了，那两个真船啊，也得赶快避风啊，别再把那俩真船再打烂了。如果说我们现在都这么等，我这么一天一天往后推，现在一个这帮演员也等不了，到时候跟你等不了，就我们的困难会越来越多。王瑞，心情不好就不好一点吧，拍吧啊，好吧。现在跟谁呢？那今儿等一天，明天再等一天，兄弟，我们死定了。
欧阳哥，黄龙，黄龙在中间站着行。这是啥高？木法咱这样。这个是不一样吧？这现在刚刚开了，开完这个。来，说不定人上架子。来来来，走了。完成在十几场戏，我们才有可能结束。但是你现在都是大场，你像他这北京街头多大的那么戏啊？这里面现在北京街头现在是我一直拍的一场戏。对啊。哎，于导呢？在吗？我找你做。现在主要剩的他妈文戏多呀。哎呀，我这盼你来，我这就好家伙这。那个一个人那不多，今天晚上这戏好像不是很多。哇，还有五场呢，五场了都不长啊，不长。在《射雕》里头嘛，我做了两项工作，一个是录音师，另外一个是配音统筹。就从那天魂路开始失眠，一直到现在睡不着觉，就每天晚上就因为就白天
太激动了，一片就一下子把我情绪调动起来了，天天晚上就三个小时睡眠。《射雕英传》最后完成版是一共经过了六遍的剪接和修改以后才最终完成。爱是多么可贵，规则有所作为，只要同去同归，成败也无所谓。爱是多么可贵。男的吗？这是电台立掉，我看前面对呀、啊、嗯。